那纽西兰因为地很大，那我们的限速，那因为纽西兰地很大，我们都可以开。那因为纽西兰很大，所以开车的速度都非常非常快。但是我们的最高限速是在，那我们纽西兰因为地很大，我们开车都可以开非常非常快。但是我们的最高限速是在100公里以下。那因为那纽西兰地很大，我们开车的速度都可以到非。那因那纽西兰的速，纽西兰的。纽西兰的车速都非常非常快，因为地很大。纽西兰的车速都非常非常快，因为地非常非常大，从一个点到一个点都要开非常非常久。What？